好，来，各位同学，那我们来接着上次的课程啊。然后呢，震惊啊，好假哦，太假了，假死了。哎，现在在录影，这个声音都会被录进去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不能被录进去。I don't care。好，和弟同学啊 ，You don't care， 没关系。来，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来考考你们。来，请问你音式的字首，这地方小声一下哦。来，请问你 B 是什么意思？我在讲音式的字首，有没有记？有没有记？这个你要赶快记下来喽。这个 B 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一嘛。那就是说我要的是它的代表十的几次方。哦，负十二，这个要记下来哦。可以吗？哦，好，那再来呢？那 F 是什么？ F 是代表多少？十的多少？负十五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什么？ N 呢？负九。N 是多少？因为 N 就是奈米的奈嘛， N I N E 那是十的负九啊。OK， 好、哦，那接下来是什么 ？M，mu 吧，那不叫 m 啊，那叫做 mu 可以吗 ？mu， 哦 ，mu， 这个是十的负六，好不好？这是十的负六，这是几个呢？哦，是要知道的，好不好？那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如果是再是小 m 的话，代表什么？十的负三哦。那如果是 c 呢？小写的 c 代表什么？十的负二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接下来是什么？来，再来是 B， 小写的 B 叫什么？十的负一，好不好？再来是什么？再来是 K， 对不对？如果是 K 叫做十的三次方，还有什么呢？大 M 叫做什么？再来是大 G 叫做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些呢都是你通通要会的一个因式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做一些你们的题目的演练，题目的演练，好不好？来，那首先请你先翻到讲义的第八页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精选范例二，哦，我们来确认一下你们这个基本转换的这个数学能力啊有没有？来，请你看到第八页的精选范例二，就是例题二，好，大家再看一下。完了，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帮中华队加油了。耶、yeah, yeah, ！打爆畜生！七点半，七点半，七点半，打不费不难的。好，你也要帮他们加油，谢谢啊！你也要帮他们加油。加油台湾的食物啊，吃热啊，不合胃口啊，还有不能好好正常发挥啊，什么鬼？错啊！有一个。对了，我从来都不买三星的手机，三星的手机我都不买。台湾棒子哪一片有问题？对，好了，不过这个个人自由了。如果你有的啦，用谁用的手机呢？你也不要怕他，好不好？搞不好不是他，搞不好是他路边捡到的，对不对？好来，我是松井小平，我爱日本。好了，很快进入状况了，进入状况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条要写什么？好，第一页是告 G 等于多少？来，注意，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重要，而且这个思考模式呢，你绝对没有学过。哦，而且我要帮你们的思考模式做一个转换，转到高中模式，所以你一定要仔细听。来，看着这个选项，你一定会的。这个答案要写多少？0.001。0.001，对不对？这是标准的小学生回答方式。谢谢。十的负三。好，十的负三大概是国中这种。一乘以十的负三。千分之一。你怎么回答都一样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结果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会很自然而然说这是0.001，或者说你是千分之一，或者是十的负三次方。但是我们不要这么做，我们要重新砍掉重练。我们在做单位转换的时候呢，你的思考模式应该怎么样？来听我说。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单位转换。单位转换呢，不过就是把一个相同的东西呢，用不同的刻度来做量测而已。
比如说我的身高可以说是1.8 公尺，或者是180公分，但是不论是1.8公尺或者是180公分，其实都是指的相同的一个高度嘛。吴哲伦，吴哲伦上，吴哲伦上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？没有180吗？奇怪了，说不定没有。你几号？25。那我老师满足一下这个无法完成的这个理想，好，那我虚荣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注意了，接下来听好，你以后遇到这种单位怎么办？你要知道，等号左边跟等号右边，它一定是完全相等的一个量 ，OK？ 那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呢？我教你，来，请问，这个音次就很重要。首先做好，只要仔细听的话，保证你必须跟我考得很烂。我保证，而且我保证你整个物理学习的会跌跌撞撞，因为你很多单位转换就会换乱七八糟，好不好？来这地方看一下啊，首先你看到这东西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共同的，他们最后面的那个人一定会一样，是谁？一定有一个七，这个心中一样，好，代表说他们现在呢是相同的一个物理量，都是指什么重量 ？OK， 好，那现在就等于是。你等号要一样，代表说什么东西就是全部都要一样嘛？数学告诉我们啊，等号左两边要一模一样才会等号成立。那等号左边这边是一，那这边是什么？千分之一。或者是说这边要填什么才能够让这个部分的人的结果要一样？千分之一。来，首先，那你要知道 k 是什么吗？ k 叫做什么？1000。k 叫做十的三次方，对不对？k 叫做十的三次方，偷偷写在上面。偷偷。可是我这边只有一啊，那代表说我的十的三次方前面一定要乘上某一个东西，让它变成一才可以。所以我要乘以多少？所以我要乘以十的，前面一定是乘以十的负三，十的负三乘以十的三次方相乘之后，叫十的零次方才会是一，才会跟左边的人相同。所以你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我前面是要乘十的负三次方。了解不了解？你说老师跟我这么麻烦，这个我早就会了，对，你们都会。可是呢，这个你每一个都会吗？所以到时候在算别的的时候，这样的思考模式就会很有用，好不好？下面马上就会看到 ，OK？ 好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好、哦，我们再马上再举个例子来看一下，你就能够知道老师在做什么了。接着呢，再看第二小题，好、哦，你一定要开始习惯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 ，OK？ 再来呢，第二小题是什么？是一个 n a， 他问我们等于多少公尺，然后又问我们等于多少 k a， 那我们继续写好不好？他问等于多少 c a， 我们自己加一下好不好？来玩一下，来喽，思考怎么思考？来，我再讲一次，你们再想一次。单位转换，最后面的那个人一定会一样，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m 有没有？有。后面一定也有一个 m。那你现在就是要确保的是，左边的 m 的左边的这些东西要跟这个 m 的这一坨要相等，要相等，才是等号的精神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n， 你看一个 n， 你就知道它是十的几次方，这叫十的负九。所以你左边这地方呢的数字部分是不是一乘以十的负九？那你这边要补多少才会让它相等？十的负九。多少？是不是写十的负九？对。这样子我的数字部分跟这边的数字部分是不是才会一样？那等号是不是才会成立？那你不知不觉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单位的转换？你懂我的意思吗 ？OK。好，你会觉得这个还好啊，这个没有什么。那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注意哦。我现在，我看这个，我要从这边直接跳这边，这边直接跳这边，你看一样，这边是问公里哦，所以你会发现我最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 ，m 都一样，公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公尺前面的这些数字都要一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十的九次方，那这里呢，一个 k 是多少？十的三，可是我要总共要是。总共要是十的负九啊，所以我这个地方要补多少给他？十的负十的给他，你转换完没有？哦，你看到鬼了、啊！
所以你这样转换完没有？你这样就不知不觉就转换完了，你懂不懂？你先这样子学这一条，这套转换方式我告诉你相当好用。那我待会会再跟你讲一般的方式会怎么做，一般是用除法来做相除，但是学生都会算除法，常常会算错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样等于是用什么法？我们再用乘法，你懂我意思没有 ？OK， 好，我先这样记，好，好，这样就转换完毕了，继续再做一个练习。如果是下面这个呢 ，CM 呢，那一样再做一次，然后是不厌其烦的呢，再讲一遍。我们要从一个 NM 换成，看说一个 NM 一个奈米是多少公分？我要直接换，怎么换？很简单，好，一样的，这个地方有 M， 这边有 M， 然后让 M 这个公尺前面的这个数字部分呢，这边的数字跟这边的数字要一样，你就完成等号的一个处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，这个 C， 几只猫？你稍微看一下，虽然你没有记，但是你也稍微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刚问了几次包，然后很多人就看着我，然后我手一比了，你们才把眼神看过去，有这么被动吗？好不好 ？C 叫做十的负二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样哦，我这边是十的负九，速度分是十的负九，请问你要补多少给他才会变十的负九？是要补十的负七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再把这个十的负后头给干掉。你的转换是不是就完毕？你的转换是不是就完毕？懂我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再来一个，一样 ，MM 是什么？什么巧克力？你饿了吗？好不好？蒋老师都不太敢吃什么巧克力，甜食我都不敢吃。看得出来，因为再吃还得了？还吃甜食？我光吃正常三餐不吃宵夜就这样子了，吃甜食还得了？而且今天啊，刚好收到那个。之前学校帮那个教职员拍的那个员工的那个大头照，不收到还好，一收到我心都碎了。原来我真的很棒，好难过，哎，怎么会变这样？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真是太难过了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来，我还是继续教书好了。来，这个小 m， 这个词 m 非彼 m 哦，你们看两个 m， 这两个 m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哦。后面这个 m 是指公尺。这一个前面这个 S 是指十的几次吗？负三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来，这边写一个十的负三。好，那前面的是十的几次？前面是十的负九。哎，那我要再补多少才能够让它整包变成十的负九呢？这边是要补十的负六。那这个补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偷偷把这个东西给弄掉。哎，转换是不是就完毕了？哦，这样子简不简单？这样是不是就蛮简单的了？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但是还没完。如果说反过来的话，你也要能够做处理哦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我们自己偷偷的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好不好？比如说十 KM 会等于多少 μm？来，要不要请个人上来演练一下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抽签，好，应观众要求。15，15，15。我以前在高中念书的时候，我最怕老师抽签的，因为就很怕会被抽到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时候就心里忐忑不安，然后一直默念不要抽到，不要抽到。然后现在，不可能，我担心害怕。如果二十，我就被你掉。我喊他嘛，二七。二七，不可能二十吧？二十一，这是二十一，哇塞，是吗？哦，对啊，是谁写的？看不清楚啊，他两个衣服怎么款型？十一的，他款衣吧？十一吧？十一啊，十一吧？二一吧？十一吧？十一吧？十一吧？两个衣服，对啊，是谁写的？十一啊。21啊，没关系，不是我要。很有镜头。十一，十一。好了，那这样子啊，应观众要求要十一还二一？二一。都当去，都当去啊！折中，折中，折中，折中啊！16。加权。再输一点就好了。好快。折中那16啊，你一下，是吧？你就16，11，还有一堆，你上来吧。11，没有。
在哪里？徐静在。快点，勇敢一点，男子驾到哦。中家，你要上镜头了。要上镜头了，你可以转过来挥一下镜头。你要上镜头了。对不对？大家去把镜头录。还是湿的。来，看到了刚交的这个方式。你要上镜头是刚交的方式。好，刚交的方式。好像这个真的会喘吗？会啊！我已经转头，你敢吗？老师看你是刚刚刚刚丢的。这些真的是太龌龊。谢梦，谢梦，谢梦，快点！你的笑声很像那种坏人，你知道吗？快点！坏人那种奸笑那种。快点！快点！是不是很好吗？在装啊！你快点啊！我们进入压力了，快点啊！经过哎，你看，听得懂哦，听得懂哦，不见得你真的写得出来。是的，是的，谢梦，求了，求了。你是十的十，我是十的十啊，我是九了，白痴哦，啊，对我，我是十的。谢梦，你是九，谢梦，你是十的九。九吗？九了，那不是十，对不起。我怎么他们怎么没有人帮你？人品呢？因为你不转头。我碰到谁？不知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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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一手啊，十的十吧，十啊，十的十吧，不能不死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打错也不会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上次来过，打错，打错我。啊，下次文艺兄，下次再换你上来表现一下。好，他十号，来没关系啊。所以你看哦，这样的老师呢，叫同学上来哦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在台下听的时候，好像听得津津有味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实际上来做演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奇怪，怎么好像没有那么顺？为什么这样子？知不知道？因为你还不习惯这样的思考模式。哦，一方面呢，你对这个还不熟；二方面，你对这样的思考模式呢，可能不熟悉。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多一点练习，把这个转换过程呢弄得非常的熟悉。好，这对你们后续就会有帮助。那我们来检查一下，这个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怎么做处理呢？一样嘛，前后都有符号啊，你就把这个 K。这个 k 代表什么？就把它写出来。k 是十的三，缪是十的负六，所以呢，左边的数字部分是不是十的？总共是十的四次方，十乘以十的三嘛，总共是十的四次方。那你是要让等号右边的人呢，最后合并在一起之后，也要变成十的四次方。那这边不是已经有一个十的负六了吗？那我前面要补多少才能够和两个乘在一起变十的四次方呢？是不是要补十的十次？所以我就转换成功了。所以这题呢是对的。对，是对，好不好？来，那这边呢？张瑞同学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认识一下。啊，郭玉婷。郭玉婷是不是？好。啊。玉婷兄。哦。他刚刚就犯了一个，就是你们很可能会犯的错误，就是说他刚看了很久，说这边有一个五哎，这边有一个五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左边有五，右边当然也要怎么样？有五就好了。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你看哦，这个地方它出了什么问题呢？首先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有非十的数字存在的话，左边有，就右边怎么样？照抄，右边就怎么样？照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先把五写好，把五写好之后呢，再来处理呢那个十的几次方的问题。那我们知道 C 是十的负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P 是十的负十二。那你要再补上多少，才能够让这一项跟十的负十二相乘之后呢，变成十的负二？简单的说就是十的负二乘以多少会变成十的负二？十的负十二乘以多少会变成十的负二？应该是正十还负十？正十哦。多加油，一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个状况要小心，好不好？那你上台的时候难免会紧张啊，有时候可能会
突然脑中一片空白，这个经验我有，我以前常常被物理老师点上来，然后常常算错，就很尴尬。哦，夜上会紧张难免，我没关系。哦，这个要训练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往后看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后看。还有一个类题哈、哦，我再带你们做一下哈，因为这个地方啊，需要多做一点练习啊，因为按照之前中班跟校班的经验呢、啊，我一开始太高估他们，我认为说这个转换应该是很简单的，结果啊，挨蒙骗骗，所以我才是呢多带你们做几个练习，我比较安心啊、哦。来，继续来看类题，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哦，光这个第一张。第一章的这个考卷啊，都在算这些，都在算这些，哦，所以再来看第一章，你看这边，一个 m h z 会等于什么？多少 h z？ 然后会等于多少 g h z？OK， 好、哦，来这一题来看一下。这一怎么做？我们一样画五笔哦，还不熟的人呢，再看仔细了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你要先确定共同有的都是谁 ？Hz，Hz 是什么？赫兹，代表说这是一个什么频率？它讲的是一个频率哦。那你不管那么多嘛，你只要把数字部分处理好就好。来，看到这个大大的 m， 请问你它代表的是十的几次啊？六。好、哦，所以就偷偷的、轻微的把它写在上面。如果它是十的六次，我这个地方要补多少才能够等号左右两边的空间差不多一样？是，没错，就是十的六次。所以请问你转换完毕没有？是不是转换完毕了？好，那接着再看后面这个地方，这个 g 代表什么呢？十的九次嘛。那如果你要跟一开始这个人要变得一样的话，我请问要乘以三，是不是要乘以十的负三？是。哦。因为十的负三乘以十的九次方是变成十的九减三变十的六次方，就跟前面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样子一个过程呢，你是不是就把我的一个单位的转换呢给换完了？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所以这个转换模式你学下来。那我也稍微说一下，你一般的学习，哦、或者说一般人会怎么教？哦，一般人是这样教的，他怎么说？我们取这两个来看。来，注意了，一般会这么教，一般会说哦，由于我的呢一个 mhz， 我把它写好，我要怎么做转换？很简单啊，我来相除嘛，看它是他们是彼此是不是有一个倍数的关系，所以把一个 mhz 来除以什么？一个 ghz。好，请看那这样怎么除？一样的，偷偷的在上面写。这不是十的六吗？这不是十的九吗？所以相除之后的结果变多少？上面六，下面九，所以这个六跟这个九约，上面变一，下面变多少？八三。这是变成十的三次方分之一，对不对？那你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？然后呢？你再把这整包，呢给乘过来，你就会得到。哦，原来一个 mhz， 它就等于呢十的三次方分之一的 ghz， 就等于十的负三次方 ghz。有没有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？有啊，但是你会比较喜欢用哪一个方式呢？这一个，随便你，基本上哦，随便你，你给我得一分就，你给我得一分就好，因为一个方法不见得适用所有的人。好，但是呢，我能教的方法，我通通都教给你。一种是用所谓的乘法原理，我们刚刚在做转换，是不是没有用到任何的除法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另外一个呢，是用除法原理，先除完之后再把它乘回来，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。那我都教给你，那我个人是会比较建议你们用我一开始教的这个乘法方式，因为比较单纯，比较简单，你们会比较好接受。那当然呢，你要把书念好的，你要想要念好大学的人。因为这两个方法，你通通都要能够融会贯通，了解吗？哦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好，接着再看精选范例三，这个时候比较复杂了。哇，今天的黑板有点小，这个抄完了吗？抄，根本就没在抄。没有人都不可以抄。不用抄了，都几岁了，还用人都不？对，没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这种东西。
这种东西就要养成习惯，你们自己就要有一个个人记事的，不要联络簿了，小孩子才联络簿。你们自己就是弄一个那个手记本啊。手机，用拍的比较快。用拍的，也可以。你要让我，你要让我拍吗？下课再拍。那你要擦掉，等到下课。总之我跟你讲啊，全国没有一间高中在写那种联络簿。有啊，有啊。竹围高中。竹围高中。除了竹围高中之外，你有听过哪间高中在写联络簿吗？竹围高中。泰山高中。泰山高中有吗？泰山没有，泰山没有。反正就是正常的高中生是没有人在写联络簿，我们不正常，我们不正常，好不好？所以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这里开始，我们正常啊。我觉得今天回家应该有。你不觉得写联络簿很累吗？不会啊，很累好不好？因为这种东西是这样子，那高中生本来就要学习独立，联络簿是因为你小时候还小，你可能会常常忘东忘西的，所以才有一个联络簿来帮助自己呢，那个联络事情。但是你长大之后，你要自己把自己的一些工作行程的规划，自己去做记录，就不要再靠联络簿，好不好？那这可以擦掉吗？你要让我拍吗？啊，不行的话，那资深赛帮我擦一把，第一类、第二擦掉。对，把握时间，我们进度压力。我上电视了。然后为什么？啊，我在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赶快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题目。那下面的题目呢，就会比较真实的在我们题目之中出现的哦。好，那怎么来做转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请看。例题三。这个题目其实你们国中应该就遇到，但是你们通常都是把它背下来。他说什么呢？水的密度，叫做什么？我写成这样子。好，首先请问你，这个怎么念？抽个人来念，念个单位吧。十五。二十二。哦，二十二是这样，吓死我了！来，孩子，这个单位怎么念？我说水的密度长这样，这包怎么念？每立方公克，每立方公吨啊，克，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来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是哦，是有嗑药是不是？奇怪，到第八节应该很累，没精神啊。所以你要让我们睡啊。这样子哎、欸。你舍得睡吗？物理课这么有趣，你舍得睡吗？对。好，可以睡，这样睡啊，没关系，那期末自己负责哦，好不好？来，看一下，来这个第一个要会的是单位念法，好不好？我们讲过了，留下我们上面下一个没。每立方公吨有一公克，就是水的密度。为什么这样子可以把密度的感觉呈现出来？问你一件事就好。两个东西，一个物质呢，它每立方公吨呢有一公克；另外一个物质呢，每一立方公吨呢有十公克。请问你觉得哪一个人的密度会比较大？左手。因为它在一立方公吨里面虽然塞了十公克的东西，你不觉得它很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密度它很大嘛。所以你只要这样子念，你就已经把物理的精神跟概念全部念下来。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习惯你一定要建立起来。好，那接着问题是现在的重点是什么？要做单位转换。他说要换成什么呢？他说要换成相当于是多少？来，那这个要怎么换？你会不会换？会。会，要不要算一算？十的负六。先。不是，不错。听我说。三。来这地方首先要特别小心，注意了。有一个地方要特别小心，首先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先拉出来讲一下，
我们常写 cm 三次方，我们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就是立方公分的意思？但是呢，其实有一个地方漏写了。其实正常来写，应该要写的什么？你知道吗？ c 三 m 三。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之中，你的这个 c 难道没有跟着三次方吗？有哦，有哦。只是呢，你一般的学习不会这样子写。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要告诉自己，它其实应该是长这样。你在单位做转换的时候，才会非常的驾轻就熟，才会觉得很合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怎么做转换？你说老师这个分式，哎，你管它哦，分式就怎么样？它上面处理完，再处理下面的，然后再把它合并在一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拉一个分式，它有分式嘛？那我们前面一定也要拉一个分式，好不好？所以先请你把你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分子部分，来，分子部分长怎样？请看。分子不是指一公克吗？一公克，然后等于多少公斤嘛？那一样喽，一样化葫芦同一招哦。一公斤，这个 K 是多少？十二三。所以你前面要补多少才会变成一？补十三。所以这边要写一个十的补三，上面就处理完了。下面呢，来小心，这个地方是一个 M 三方，这里也是一个什么 ？M 三。M 三方，可是一个 C 是多少？一个 c 是十的负，三次方变十的负，六哦，那个人班有人跟我说，负二的三次方变十的负八，我快昏倒了，哦，是十的负六哦，在这地方是有一个十的负六，是不是？他这边有没有十的负六？这边有没有十的负六？他要补多少才能够跟他一样？十的负六。恭喜你转换完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再把这个数字部分处理一下。请问你十的负三除以十的负六会变多少？十的三。十的三嘛，因为我们说指数相除呢，就是这两个部分相减，就是负三减负六变正三，那就变多少？十的三方。对，就是一千。所以我相信你们呢，如果国中有还记得有学过理化的话，有些题目是不是会故意把水的密度呢用这个单位来表现？理化老师就会告诉你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就背下来嘛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到一公斤嘛，一公斤就变一千嘛，就这样先背下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这样记嘛？”没有，没有，哦，随便。我还在上理化课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忘了是不是？你怎么对不起你的理化老师呢？哦，好了，对，这样转化就完毕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分析，也不要害怕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哦 ，OK。好，那接下来再往下看，类题三这个题目呢？这个转换就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转换会常常的遇到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个必考，断考必考。好，他说有一个球速哦，可能是今晚的球，韩国队投手的球速吧。他还需要投手？快点查爆他！今天赢定了。哎呀，说不定还打不到。我靠！太慢打，太慢打，太慢打。我以为太慢才会打不到，才太快才打不到，太慢才会打不到。回光返照。不会，不会。今晚的好，真的。好。说。一说话就出来。我怎么没有讲？好来，很快，专心，快点，这边都有时间了，把这个地方赶快学好。对。这个会常遇到，为什么？国中你会学过吗？运动学学过，还有一台车子的每小时36公里，学你时速，然后呢什么加速怎么样几秒钟，然后呢什么什么开10秒钟啊，或者位移的100公尺，然后问你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通常我们必须要先干嘛呢？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速度先转换成我们习惯的单位？什么叫做我们习惯的单位？就叫做 SI 制的标准单位。所以呢 SI 制的话，我们说长度我们喜欢用的什么呢？用公尺。时间我们用什么？ S 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做转换。那怎么转换呢？来，再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呢，给你最多的练习。好，来，请看，一样的，怎么处理？这老师，啊，这有一个90呢，怎么办？这边有90，这边也要，那就也给他写90不就好了？啊，好了，他写的，啊，来，这个90我写的，啊，来，然后呢，注意喽，这里有一个 k， 对不对？ k 是多少啊？十的三嘛。啊，既然这边是十的三，这边要有一个十的三，这边要不要有一个十的三？要，所以写一个十的
它写好，所以上半部是不是都 OK 了？好 ，OK 啊、那说老师，啊、你不是跟我一样吗？这边是 S， 这边是 R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一个 H 啊，是一小时嘛，一小时几秒啊？一小时至六十秒，3600秒，可能快就结束了哦。不要这样子吓我啦，好不好？韩国没有那么快啦。一小时应该是3600秒吧？可以吗？哦，所以你看啊，它等号左右两边都一样。哦，有 S 哦，有 S 哦。哦，然后这是不是就要补多少？来看一下，快点，这边要会，这边要会，这个一定要考的，这一定会考的，快点。所以这边是要写3600秒。对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一包数字处理一下，就是远大的。好不好？怎么处理？90跟这边约是多少？40。1000除以40是多少？25。所以我就转换成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了。好，还没完，这个怎么念？每秒25公尺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好，大家慢慢都把这个默契建立起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这个题目呢，好，我们就介绍完毕。我们还有几分钟？5分钟，好，来，没关系，5分钟我还是再讲个题目好了，不要那么急的算21，来，首先呢，你先帮我翻到第十页，讲义吗？对，然后基本上那个第三题啊。你帮我打一个叉叉，其实这题出的不是很好，题不是很清楚，所以这题你可以不用做。进阶吗？进阶第三题，对，进阶第三题。好、哦，啊，其他还 OK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先来帮大家来，带你算一下第二题，好、哦，数位相机这个照片这一题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转换又更进阶了。好、哦，一开始呢，这只是单纯的符号之间的练习，然后再来呢，到一个实际的有一个分式。以及的密度跟速度的一个关系，那接着再进一阶，要到所谓的生活应用的部分，哦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题目是长怎么样子，来，请看。他说哦，假设我用数位相机啊拍一张照片，哦，所占的记忆体呢叫做800KB， 哦，一张照片叫800KB， 这是第一，来，这是进阶二。哦，一张照片800KB， 来 KB 什么意思？啊 ，KB 什么意思？就 KB 啊。啊，十的闪。KB Bryant。好了吧？来，首先要知道哦，这个 B 是什么 ？Byte， 那个位元的意思 ，BYTE， 有没有学过？资讯课应该有听过吧？哦，所以你自己不知道的，在旁边写一下，叫 B Y T E， 不要写 B I T E 哦， B I T E 是你好啊，好啊，英文还是基本有能力的哦。好，可是他问题说啊，我一张照片是800KB， 那我的记忆卡，他现在说我的记忆卡总共是4GB， 那我这张记忆卡，那我可以塞多少张照片？你要怎么找？啊，来，哦，老师，这个地方慢慢转换你们的思考模式哈、哦。反正你现在就是有一张什么4GB 的，的一个记忆卡。好、哦，那我问你哦，所谓的把这张记忆卡塞满，那是不是一定要这个照片要塞很多张？对不对？然后我是不是看它能够塞几张，然后会刚好等于4GB， 一张够吗？两张够不够？那应该要很多张吧？那有多少张？我不知道，那我知道干嘛？假设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假设它有什么呢？你们要用哪一个？用 X 好不好？假设有 X 张照片，哦，然后可以把这个4GB 塞满。什么叫塞满？代表好加嘛。OK， 所以你不知不觉呢就把关系式给列出来，了解吗 ？OK， 那接着呢就只是在做一个数字上面的一个转换，来，请看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X 要怎么做处理。哦，我们在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时候，不是说把未知数放在等号的一边，然后其他所有的人全部等下
移到另外一边，丢到另外一边，然后再来处理就好了嘛。数学老师不都这样讲吗？有吗？应该国中都学过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就陪他做处理了。所以我就说，哦，原来 A 科十要怎么做处理？我就是呢，拿4GB 来除以800KB。好，然后再用我们的呢因式的字首呢把它拉进来用，来看一下。我知道这个 G 是多少啊？ G 是10的9， K 呢？10的3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做一下处理了。来，我下面总共有10的几次方，这边已经有两个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1、2、3、4、5，总共是多少？总共是10的5次方，然后上面是不是10的9次方？可不可以先处理一下？好，所以呢，九十的九次方，所以10的5次方就是10的9减5，所以呢，最后变多少？是不是10的4次方？然后数字部分再处理一下，这个4跟8约变2，所以你会发现 x 可以写什么呢？1/2再乘以10的4次方，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应该还好吧？哦，所以呢，你知道这样写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哦。10的4次方加10000，一半的一半就叫做5000，这样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好，我们还有几分钟。好，来这地方说明一下，好，我们第一章啊，到这边就算是告一段落，全部结束了。哦，然后。我们下个礼拜的第一堂课，注意，我们下个礼拜的第一堂课，我就要写一张，好不好？的第一章的一个卷子，所以回家，哦，拜托，赶快把讲义的题目全部练习完，可以吗？哦 ，OK， 好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翻到2之1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开个头，好不好？来，其实你看一下2之1啊。二字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其实二字我根本不用讲，你们也会。你自己看一下，他讲什么？稻耳春，你不认识他吗？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那理化不是有教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原子说啊。原子说可以吃吗？哦、所以呢，你会发现这个部分真的很简单。再翻过来四页，你看下面。物质生态变化以及呢中间的这个图，好难哦，看不懂，好难哦，你要小心哦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二章的东西其实很快，所以我们前面两章会很快教完，因为我们会把主力呢放在第三章，所以第三章很多东西要讲，而且会比较难一点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今天这个课好，先到这边，有问题的来问，下课。